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。哪有，我是故意的，我打。靠这枪还自带闪电的吗？那这就叫科学。这哪里科学了，都快成魔法了。科学魔法不是科学吗？感觉更不对了喂，但我竟然无言反驳。没错，这就是科学的力量。你家科学的力量枪里会招闪电吗？你这说一还挺好玩的，就是伤害一般。已经很高了，因为自动挡武器和拔刀剑比伤害，那肯定没得比啊。我还是老老实实在用我的剑，可乐每次都给我一种他就要误伤我了的错觉。我怎么会误伤不灵姐呢？好烫好烫好烫，不要再喷了。我喷的是怪物呀。你喷到我了。哈哈哈，事不起因，不会误伤不灵姐。